那我们来一个约会篇，无实物表演。哎，不对啦，怎样？我先帮你拉，然后你很紧张，然后自己在那边。哦，好，对不起。啊，我是盯着你，对对对，在卡。嗯，好，开始。今日寿星最大，你有想去哪吗？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？我们家没有过生日的习惯啊。这个习惯由我开始。没有，没有，这些。我先啊。还是我先？你先。其实我已经想到了。好，我先啊。哦，我想到了。第一天其实我对古晋的声音还是没有到很有自信，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问他说，欸，你觉得 我现在的声音会不会太高？对，我那时候一直在问他，然后他说，欸，不会，这样挺好的。然后我就，欸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就是问我再练一下，你多听几下这样。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，其实你的声音本身就很好听了，就你不用去改变它，这个就是你的特色。讲完这句话我就觉得好，我要相信自己，就是把这些东西抛掉，专注在表演上面。所以这句话当时真的蛮打动我的。好，我要讲一个他昨天做了一件很窝心的事，因为我们昨天有一起工作，这几天是身体超级不舒服的状态。吃饭的时候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病原体，所以我要离大家远一点，我就在角落吃，站在那边吃饭。然后他就看到说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哦，因为我感冒，不想离大家太近。然后他就消失。然后他出现的时候，他拿了一把椅子坐这里。那还好吧？那还好吧？我的现在离身了，怎么办？水晶啊，就是有水晶，有一堆玉手，迷信，哦，迷信。我也是水晶啊，对我来讲，某层面是安心。不知道哎，自从知道他也喜欢水晶之后，我更喜欢把它带在身上。就是好像我们两个有个共通点，我想要让他继续维持住的感觉。其实我也是，因为这是我们一开始聊到我们第一个共同的话题。对哦，原来你也喜欢水晶，开始有共同话题，然后就哇，开始话匣子大开。我收到生日礼物也是水晶。对对对对。失常。对，那是影片，就没关系，这可以啊。那你就这样子放着，然后我们把它放大。好，圣诞老公公。你有看到那白胡子吗？哦，那很可爱。那我选这个啊。会，完美手手。这张是我们第一次一整天，一整天出去玩，然后我们去了动物园，唯一留下来的照片，竟然是就是他在拍我的时候，我刚好在拍他，帅吧？帅。还要看其他的吗？那还好吧。起床第一餐一定要是早餐，然后一定要一杯奶茶或是红茶，都跟你可以，就是要上早餐的一个 set。我是早上起来都会喝一杯温开水，就是一定要喝温开水，我才会开机这样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好多眼高知识罪犯，就很想尝试一些比较病态一点点。我蛮想演流浪汉的，就是我每次看到路边有那种流浪汉，那一股就是我很想要了解你们到底在想什么。所以你想用角色帮他们说话？其实他们也需要被爱啊，就像保留席位一样，每个人都值得被爱。浴缸吧，他喝醉，然后倒在浴缸，起来，然后不小心打开了。开水龙头，然后把他整个失声这样。其实那时候在拍这场戏的时候，我就在想说，不对啊，水龙头的那个扳手是你要往这样开，你不是往下压的。然后我要怎么去转身的时候不小心去？突然讲到浴缸，我想到同一个场景是刷牙。那一天刚好是我生日，他们很用心的帮我准备了大蒜牙膏。我很佩服他，我整个嘴巴都是大蒜牙膏的味道，他还有办法亲我。对，所以当我知道下一场戏要拍接吻的时候，我对我是不是也是寿星啊？为什么我要被整？整个故事带给我的影响比较像是，因为我知道故事线到后面刘丽是怎么成长起来的，我会想要跟他一样正视内心比较脆弱的那一块，告诉自己我应该在某些时候我也要选择勇敢看看。最无助的时候，最没有人依靠的时候，突然有人愿意当我的亲娘，愿意站在我身边去面对这些事情，对我来讲真的是很感谢啦。
也很温暖的东西。胡群狗胆，嘿啊嘿啊嘿啊！那我要死掉吗？哎、这不是静止动作，我们还没想好。我觉得这一段我回去绝对不会看。我觉得保留席位真的就是在这个冬天给你一个淡淡暖暖的感觉，后面的剧情会越来越高涨，跟着我们笑，跟着我们哭，看下去就对了。虽然不是一个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，就跟牛肉面一样，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食材都很重要。赶快锁定 VBL YouTube Series 频道，记得锁定每周五晚上8点，拜拜。